Navy KPM。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一只老虎，我有着庞大的身躯，还有很敏锐的听觉，很棒的夜视力，即使在晚上，我也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哦。小朋友，今天老虎带来了很多的朋友，你想认识我的朋友吗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集的 Lily TV， 欢迎刚才戴着大大的老虎头套的姚慧婷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，欢迎姚老师。 Hello， 小朋友们好，我是姚老师，来自太平华联一校。姚老师啊，今天是不是要带我们认识很多很多的野生动物呢？对，今天我们要学的课呢是野生动物。今天老师带来了许多老虎的朋友哦，小朋友想不想认识呢？我想啊，老师。今天我们上的课呢，会让我们认识野生动物，还有深入了解它们的一些特征。而且最后老师还会讲故事呢。哇，好想听故事，小朋友们也很想听，我觉得。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啦。好，这里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只野生动物，我们就来看第一只是谁。好啊，是老虎的朋友吗？是的，我们来看看是谁呢。哒哒，就是老虎本身。对，第一只是老虎。老虎，微微，你看一看，老虎的图片，你可以看到什么呢？老虎有什么特征呢？老虎好大只啊，然后呢，我发现到它身上有很多有橙色啦，有白色跟黑色的一些条纹。对，其实呢，老虎的条纹呢是用来隐蔽自己，当它要猎食的时候呢，帮助它把自己躲起来哦。哇，好聪明耶。对，我们来一起读老虎三次，老虎。老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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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虎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第二是谁呢？第二只是谁呢？哒哒，这是谁呢？这是狮子啊，老师，我会。对，狮子，微微，你看看图片，是不是有两种不一样外形的狮子呢？对哦，一只毛发很多，然后一只呢是没有什么毛发的呢。对，其实有长毛发的呢是雄狮，也就是公的意思，男生的。哦，女的呢我们叫雌狮，它是没有长毛发的。好，那是女的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狮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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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狮子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三是谁哟？第三又会是谁呢？老虎的朋友。哒哒，这是谁呢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河马，对吧，老师？对，这是河马。河马，河马可是陆地上第三大的陆地动物哦。哦，原来是第三大。对，你看看河马有什么特征呢？我发现到它的皮肤很厚，然后它有大大的嘴巴。对，张开大嘴巴过后呢，它的牙齿可是很大的哟。大大的牙齿，大大的嘴巴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河马。河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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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河马。好，我问微微哦，微微，你知道为什么河马喜欢在水边活动吗？我觉得它喜欢凉凉的感觉。对，不要那么热。因为呢，它的皮肤很容易干裂，所以它很喜欢泡在水中。来，我们来看看第四是谁？第四呢？第四是谁呢？第四只动物是谁呢？哦，第四是。这个是什么？熊吗？对，这是熊。熊有着非常粗壮的腿，所以它可以像我们一样站立。站起来。对，可是通常它都是爬行的。熊。对，熊。熊。这个也要念三次吗，老师？对。好，
熊熊熊熊熊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五是谁哦。嗯，第五只动物是谁啊？这是谁呀？哎，这是不是狐狸吗？对，这是狐狸。那么狐狸是动物界里面身材苗条的动物哦，它有着非常细长的身体，还有细长的腿，那感觉它动作应该很灵敏了。对，狐狸呢是非常聪明的动物，它善于爬树啊、游泳啊跟奔跑哦。好啦，小朋友，我们一起来读：狐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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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狐狸。好，接下来我来看第六是谁呢？六只动物，这是谁呀？哎呀，好可爱的猴子啊。对，这是猴子。老师找到的图片呢是一只幼猴。幼猴，那你看看它的外表是不是跟我们人类非常的像？像，很像。 有眼睛、鼻子、鼻孔、嘴巴、耳朵、手臂、腿，都跟我们人类很像、很像、可是有一样是我们人类没有的。老师，我知道，我们人类没有尾巴，猴子有。是，猴子有长长的尾巴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读哦。好，这是猴子，我们来念三遍吗？老师，是。猴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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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猴子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七是谁。第七。这个，这是谁呢？哦，大象。对，这是大象。大象可是陆地最大的动物哦。它有着非常大的耳朵，非常长的鼻子，还有象牙。它的象牙好长，而且弯弯的。对，来，我们一起来读：大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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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象。好，最后一个，我们来看看是谁哟。这是谁呀？哎呀，这个是狼。老师，是狼，这是狼。狼有着非常毛茸茸的尾巴，而且狼之间互动的方式非常的有趣，你知道吗？怎么样互动呢？老师，他们呢是会狼嚎非常会这个叫吗？是的，非常可怕的声音哦。来，我们一起来读：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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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狼。好，这就是老师今天带来的野生动物啦，总共有八只。好，我们这边就认识了很多老虎的朋友哦，包括有什么呢？有狮子、河马、熊、狐狸、猴子、大象，还有狼。谢谢老师带我们认识这么多的野生动物。大象、河马、熊、猴子、老虎、狮子、狼、狐狸。DDTV KPM。Hello， 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姚老师呢会带大家认识野生动物，是吧，姚老师？对，这个环节呢，我们会一起猜谜语哟。猜谜语，好啊，好啊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开始喽。好，微微啊，老师问你哦。好，粗壮的狮子，你知道什么是粗壮吗？粗壮就是非常强壮的狮子。你猜猜看，那个是什么动物呢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是熊，是吗？是熊。好，我们来看图片，看微微猜的对吗？答对了，微微，你真棒。我记得。那我们现在来一读一遍，句子。熊有粗壮的四肢。熊有粗壮的四肢。好，来，我们继续哦。第二题。好，第二题。大嘴巴。
巴哦，谁有大嘴巴呢？我记得了，是河马。河马有大大的嘴巴，还有大大的牙齿。对，我们来看看，微微猜得对吗？对啊，哒哒，对不对呀？ Yeah, 对了，猜对了，对，真棒！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句子。嗯，河马有大嘴巴。河马有大嘴巴。河马是陆地第三大动物哦，微微。哦，好，我记起来了，老师。嗯，好，我们继续。嗯，尖嘴巴，谁有尖嘴巴呢？微微。尖的嘴巴好像是狐狸是吧？好，我们来看看这只动物呢，它的脸部好像三角形，哦，尖尖的嘴，哦，是否真的是狐狸呢？是狐狸吗？我们来看看。哦，答对了，答对了，真的是狐狸，狐狸有尖尖的嘴巴。嗯，我们来读句子哦。嗯，狐狸有尖嘴巴。嗯，狐狸有尖嘴巴。你看看狐狸，它是身材非常非常的苗条。对，你看看它的腿是不是细细的？哦，对对对。嗯，刚刚老师也说狐狸是非常聪明的动物。嗯，它可以爬树、游泳、奔跑，都非常的快，像运动健将。对，它真的很棒的动物。但是呢，传说中的狐狸是非常的狡猾。对哦，对哦。事实上是这样吗，老师？老师没看过狐狸，微微你见过狐狸吗？嗯，没有哎。那得空我们约去动物园。对对对，好好好，好，继续看。嗯，长毛发，谁有长毛发呢？要看是雌的还是雄的哦，是吧？长毛发好像狮子有，雄性的狮子有长长的毛发，可是雌性的没有哎。对，我们来看看，对吗？哒哒，真的是雄狮。微微你真聪明，我记得。对，雄狮有一头长毛发。雄狮有一头长毛发。微微你知道吗？嗯，雄狮的毛发是非常重要的。嗯，它的长度和它颜色的深度其实是影响它在狮群的权威。 哦这样吗？嗯，真的。怎么样呢？越深越，就是越深跟越长就代表那个狮子就越非常的棒哦。就是地位越高，对，有更多狮子尊重它。 是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长知识了。好，下一个是谁呢？嗯，大耳朵究竟是谁呢？大耳朵在啊，大象。大象有，我们来看看大大的耳朵，是吗？答对了，微微，你真聪明。大象。嗯，我们来一起读。嗯，大象有大耳朵。大象有大耳朵。微微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大象的大耳朵是拿来做什么的呢？这个。老师做这个动作感觉就像扇子啊，扇风乘凉。对，它在散热，还有在驱赶一些蚊虫。哦，就像我们用手，它用耳朵。对，看起来你猜猜看，大象是凶猛还是温驯的动物？它吃的是植物哦，我觉得它应该不凶猛吧，是吗老师？它看起来很温驯。哦，可是呢，其实啊，它生气的时候老虎和狮子都非常的怕它。 因为它是最大的动物。哦，一踩就扁了。对，而且它的长鼻呢会把敌人卷起来，然后狠狠地摔下。哦，所以老虎和狮子都很怕大象。真的哦，不要招惹它哦。好，来，我们来接下来看锋利的牙齿是谁呢？锋利的牙齿，锋利的牙齿，这我想一下，啊，狼是吗，老师？嗯，我不知道猜对吗？看看，不是很确定，狼是吗？老师给的答案是什么呢？是老虎。哦，老虎哦，不是狼哦。哦，锋利的牙齿，好，老虎有锋利的牙齿。老虎有锋利的牙齿。那么老虎呢，它在追逐猎物的时候呢是跑非常的快。嗯，可是呢老虎只能在可以跑很短的距离而已。它不能长跑，它只能短跑。跑100米很快，可是跑800米可能就慢了。对对对，它的它跑的时间没那么的长。好，我们来接下来看。长手臂，长手臂是谁呢？长长的手臂，长长手，猴子是吧？猴子。哦，我们来看看，
很考记忆力。猴子，答对了，的确是猴子。你看它的手臂很长，所以猴子是非常，擅长爬树。嗯，对，嗯，我们一起来读：猴子有长手臂。猴子有长手臂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，毛茸茸的尾巴。狼，狼是吗？我们来看看哦。真的答对啦！马狼有毛茸茸的尾巴，像扫把，扫把，对吗？它可以扫地啊，像扫把，对吗？毛茸茸，像像像。我们一起来读。好，狼有毛茸茸的尾巴，狼有毛茸茸的尾巴。好，微微，嗯，我们已经猜完了，嗯，微微还记得吗？我们一起来读哦，好，读一遍好吗？好，我们读多一遍。好，毛茸茸，毛茸茸，长手臂，长手臂，锋利的牙齿，锋利的牙齿，大耳朵，大耳朵，长毛发，长长的毛发，尖嘴巴，尖嘴巴，大嘴巴，大嘴巴，粗壮的四肢，粗壮的四肢。嗯，好了，嗯，微微是动物的一些特征。答对几题呢？刚刚有八题，答对了七题，非常棒，老师拍手。错了一题哦，没关系，我很努力了。狼其实也有锋利的牙齿，只是老师放的答案是老虎，其实基本上是对的，微微。哦，谢谢老师，希望在家的小朋友们也答对哦。我们认识了很多很多动物的特征了，谢谢老师。狼、猴子、河马、狮子、老虎、熊、大象。DDTV KPM。欢迎回到 DDTV， 今天姚老师呢带我们认识了很多很多的野生动物。那现在呢，我想请老师跟我们讲一讲关于野生动物的故事，小朋友们想不想听啊？老师可以讲个故事给我们听吗？好，今天我们要讲，老师要讲的故事呢是小河马的大口罩哦。哦，大口罩，对，微微，很符合现在呢，人人都戴口罩。是的，那老师开始了哦。好啊，在森林里有一只河马。得了重感冒，阿啾阿啾阿啾，小河马呢就去找了医生。熊医生就和小河马说：“河马，你生病了，医生给你药，还有口罩，回家记得吃药和戴口罩哦。”好，医生呢就把口罩给了小河马，还有给了河马一些药。河马就回家去了。河马在回家的途中忍不住打了一个大喷嚏，啊啾，这个大喷嚏可不得了啦，把他的口罩给吹走了。河马摸摸自己的鼻子，紧张着说：哎呀，我的口罩不见了。河马马上回家吃了药就休息了。森林的另外一边呢，有着老虎还有狮子在游乐园里玩耍。他们玩啊玩的时候，突然间狮子看到了口罩，狮子就和老虎说：哎，老虎啊，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帽子呀？不如我们戴在头上吧。老虎就说：好呀好呀。他们就戴着口罩在游乐园里跑来跑去，非常的高兴了。忽然间有一阵大风吹来，
口罩又飞走了。狮子很伤心，他就说：小老虎，我们的帽子吹走了，怎么办呀？小老虎就说：没事啊，小狮子，我们还可以一起玩呀，别伤心。他们俩就继续在游乐园里玩啊。好，森林的另外一边呢，大象正在采梨子。大象采了好多好多的梨子，突然大象看到了一个口罩，大象就说：哎，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菜篮吗？我可以把我的梨子装在口罩上。哇，真方便啊！大象就带着他的菜篮回家去了。那么在大象回家的途中呢，他碰上了小猴子还有小狐狸。大象就说：哎，你们好呀。小猴子和小狐狸就说：哎，大象你好呀，你在做什么呀？大象就说：我刚刚去采了梨子哦。好吧，这两粒梨子就分享给你们吧。小猴子和小狐狸就说：谢谢大象。那他们都各自回家去了。回到家后，大象把梨子装进坛里后，就把这个菜篮往窗口一扔。然后呢，大象就去休息了。在大象的屋子外面呢，有着一只狼。狼看到了这个口罩，就说：哎，这不是一个吊床吗？非常适合我睡觉呀。狼就说：我把它吊起来，变成一张床。好，狼非常高兴地说：耶，我有了新的床了。他就躺在吊床上，就这样呼呼地睡着了。第二天早晨，诊所外面多了许多病人，有狼、大象、猴子、狐狸。老虎、狮子，他们一个一个都生病了。阿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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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熊医生打开门口，看到了这么多病人，吓到了，就说：你们怎么都生病了？小朋友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他们会生病呢？熊医生，为什么他们会生病呢？熊医生说：因为小河马的口罩有感冒病毒，不管是拿来用还是拿来装东西都是不可以的，因为呢会被传染病毒。小朋友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接触感冒的人，而且感冒的小朋友必须把口罩戴好，不可以乱丢哦。好啦，故事讲完了，谢谢。好，现在老师的故事已经讲完啦、现在我要向微微发问一些问题哟、看微微有没有专心听老师讲故事呢、好，微微试试看。请问在故事里面啊，谁是医生？医生啊，熊是医生。答答，答对啦，熊是医生。那么第一个去看医生的是谁呢？我好像不记得了，是谁啊？这个是河马对吧？河马生病哈。第一个生病的是哈啾生病。对，小河马生病了。那么小河马看了医生，他的口罩飞走了。对，第一个捡到口罩的人是谁呢？狮子和老虎。是狮子和老虎。答对啦，他们在游乐园里玩耍，他们把口罩当成是什么？哎，可能很晒吧，所以他就拿来当作是帽子了。是帽子啦。帽子。好，那么大风吹，把帽子给吹走了。对，谁捡到帽子？谁捡到了口罩呢？
大象，对，大象捡到了口罩，然后大象把它当成是什么呢？它来装梨子，当成是一个篮子装梨子，它把它当成是篮子。然后大象在路上遇见了谁呢？猴子和狐狸。对，它把它的梨子都分享给他们吃。对对。然后回到家后，大象把口罩一扔，屋外的谁捡到了呢？这个是狼捡到了，最后狼捡到了，非常棒哦！啊，这个很考记忆啊，老师可以给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故事，还有很多的野生动物。那整个教材哈，其实要带出怎么样的讯息吗？对，今天我们学的是野生动物，让小朋友认识野生动物的名字，认识词语，还有了解它们的特征。然后呢，我们还要知道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养在家里的，野生动物是适合生长在大自然环境的。对对对，所以人类是不可以饲养这些野生动物的。我们非常谢谢姚慧婷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一个节目，然后呢，也希望大家有所认识了，认识这么多的野生动物啊，老虎还有它可爱的小朋友们。好的，谢谢老师，好，谢谢电视机前的所有朋友们，我们再见了，拜拜，拜拜。